大圆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圆角。那圆角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点一下圆角。好，那它的这个半径是多少？65嘛，哈。好，这边65。好 ，Enter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这边跟这边，啊，这边跟这边会有切一个。 一个出来啊，切，那其实或者是我们用什么切切半哈圆，然后切切半，切它有没有？再切它半径给65 ，Enter， 这样就有一边有没有？那再把不需要的线段给删除，不需要线段删除的方式就是起点给它，起点从这边有没有？终点给它，然后再用修剪。 直接把不要的部分点一下，这样就切出来了，好，有没有？切切半径65就可以，好，那再。